你看，拿他打击你。我妈活了一辈子呢，或者是说，那么活成个什么样子，我为了咱们不知道回事情。 那我的意思，这个女的对王上好。我想整个皮店、盆地，要娃娃的，费劲的，我家里一块块米都没。 来，弟弟，来，弟弟，走。用传说说是，你怕你再几天水就能找着稻子。